各位朋友，现在是，看到飞机降落，干脆就顺便拍一下。我呢，刚过这个圆山花博哈，现在是11点啊。今天中午午餐出来跑我这个熟悉的地方这样。啊，因为今天要完成的是第二标哈，15趟。那今天我想要轻松的跑，那我就顺顺的哈，就没有要去那个富北民权东哦，这还帅哦。我看这个店多大哦。好，我也跟着他过去。这边有一台，看来最近这种宽胎的这个电辅车啊，能见度越来越高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我现在要去这个民权西麦当劳哈。那边等这样子啊，今天就不跑这个附近北民权东啊，因为今天想要轻松跑，顺顺跑，就没有要跑那个一级战区哈，这样子。简单来说就是，其实这个15趟嘛哈，今天那午晚餐的分配哈，我也可以是中午跑5趟，然后晚上跑10趟，哦，大概是这样，反正就轻松跑就好了这样子，啊。那我要往这个民权东麦当劳前进啦，啊，不是民权东啦，民权西麦当劳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刚刚在 Sukiya 领我的第一单的时候呢，看到那边有一张大单，啊，有多大呢？我看一下，12、15、16，啊，大概约20份餐点。然后我刚领完我的单要走的时候，听到那两个服务生说他们要叫两位司机去取餐。我刚想说至少叫3位啦，这样子哦，3位这样比较不会太紧绷这样啊。那他们决定先叫2位看看。希望接到这20份单的这个2位司机哦，脸不要很绿哦。哎，那个真的是很大一单啦，我觉得啦，要我的话，我是其中一位司机的话，我会要求他再多叫1位或2位司机，因为他 Sukiya 的餐点，他一份一份的，他其实就是餐点，然后还有汤，还有一堆东西，其实是很多的，这样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领我第二份。啊，各位朋友，这也是宽胎哦，这台也是不错哦。哎，它的后架放一个大包刚刚好，这表示哪位那个司机的车？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已经送掉了2单，哦呦，又来一单了啊！顶泰丰哦，1.5公里，好啦，接了，没单加减接。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我在民乐街哈，那我已经送掉我手中的最后一单了，这样。那我目前跑了7趟，哇，真的是突然间的。为什么突然间呢？因为系统突然间给我一个夹山。那我看这个距离都不远啊。那像可不可的话，它就是2单哦。那另外一单是那个哈拉 chicken。也在可不可的旁边这样，所以收餐都在同一个范围里面这样子，所以还蛮顺的，还蛮顺哦这样。那送餐也没有很远啊，最远送到民乐街这边而已，从南京西南京西这个星光三月那边送到这边来，其实近近的哦。那现在是12点22分。那我要再回这个金站啊那一区，看看还有没有单啊这样子。我是觉得
至少再来个两单哦。啊，很难讲啦，对，反正顺其自然吧。啊、哦，要是今天中午能够送到十单，我晚上就轻松了，晚上就只要五单，哦，这样的，不过看状况吧，哦，什么事都很难讲啦。哇，才刚讲完就接到一单这个21 Plus 的哦，台北金站店的单哦，这样子，那、有点远了、啊，2.8公里这样。不过我大概算了一下路程哦，那正确来讲应该是 1.4， 为什么是 1.4 呢？因为从我现在所在地哦，骑到这个21 Plus， 大概就要 1.4 公里了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要先过马路了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刚刚接到一单那个21 Plus 的哈、哦，那这单是大单嘛哈、哦，那但是他有拆成两个人送，哦，那我到了现场之后，意外发现这是福多摩的单，哦，那我很惊讶哦，原来是福多摩也有跟 Uber 配合，哦，所以当福多摩他那边应该是他跟熊猫那边找不到。好像是福多摩跟熊猫跟 Uber 一直都有配合啦，这样那熊猫那边找不到人，就会找到 Uber 一直这边来，哦，这是店员讲的，哦，然后也碰到铁腿哥，然后铁腿哥他也有讲，就是艾琳的好像也会派给 Uber 一直这样，哦，啊，铁腿哥说，万一是艾琳的话，就尽量不要接，因为量都很大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刚把那个21 Plus 的单送掉了啊。那、现在在这个青岛西跟中山南交叉口啊，我会在这边等一下吧。我等一下那个公园路商圈，看看那边会不会有单这样子。哦，现在其实是12:44这样，12:44，那么等个5分钟吧。没有单的话，就准备回家啦。哦，好，各位朋友，目前是1点，那我人在中山北路2段上面，刚把手中一单卤味送到这个巷子里面去，这样，啊，跑了十趟，啊，10趟我就满足了啦。以中午来讲，因为我今天只要冲15趟嘛，拿到那个15趟的趟奖，这样，啊，因为已经满足了，所以我决定了慢慢的这个。往那个四零的方向慢慢骑回去，哦，那我还没有下线哦，我还没有下线的，哦，还在寻找行程中，啊、哦，我是想说，反正慢慢的回去哈、哦，然后路上有单就把它接起来一下，那当然原则上来说是要顺路单，然后这样，哦，那不顺路我就弃单这样，好。那先这样子吧，慢慢的骑了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那我已经下线了哦。那因为刚刚在回程的路上呢，我的慢慢骑也没有单响嘛。后来我跑去买那个红铁水饺哦，那在那个那个什么路啊，双连街啊，双连卤肉饭那条巷子里面有一间红姐水饺哦，这样啊，我就跑去买水饺啦。他们买那个等老板煮水饺，煮了十几分钟都没响，那我就干脆下线了。哦，啊，这个双连街这红姐水饺大家是可以那个买来吃，然后它有很特别的口味，我很喜欢香菜皮蛋水饺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过马路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目前在这个承德路3段这边啊，今天我是走承德桥过来的哈，这样。那目前是4:49哦，那么我呢，晚上呢就只要跑5趟啊，5趟拿到趟奖我就下线。哦，下线呢就要赶快去换下后轮胎啦啊，因为这个后轮好像这个磨损的有点小严重这样子啊，连没下雨都开始有点小打滑。要去换一下，要去换一下。那现在我先慢慢的往这个老地方前进。
好，各位朋友，我在这个老的这个等单点哦，在这边窝了看十分钟，完全没单，哈哈哈！太神奇了啊！所以我决定再换另外一个那个老的那个等单点，我去等等看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中山地下街 R2 出口这边，我现在跑来这边等单，这是非常就是非常多个月之前的哈，我在近在这边等单的几个等单点之一这样子。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真的是妙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已经5:17了哈，这边却没单哈这样子。其实我就差五趟啦。我就差五趟就可以领趟奖了哦，那要是晚上跑不到五趟就算了，顺其自然好啦，那就继续等吧，进站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那么我接到一单这个信子猪排哦，台北凯撒店我呢其实已经离开了这个金站老地方，正要往宁夏夜市那边去碰碰运气哈，这样，结果就接到一单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过去取餐啦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宁夏夜市旁边哦，刚送了一单到这边来哈，这样。那现在目前呢还差两单，还差两单哦，这样。啊，我想要去。去宁夏夜市那边晃一下，等等看哦。今晚上这个单是真的少少的啊，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怎么样啊，我自己是觉得少少的，没有无缝就算了啊，等单还要等到十几二十分钟哦啊，真的是有点久，哎，既然这样子，我就轻松送了，反正也还剩两单嘛。好，我就去前面那边等就好了，刚好可以等到宁夏夜市跟金站的这样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已经跑完15趟，拿到趟奖了。好，而且已经下线了，然后今天晚上系统不知道干嘛。好，5点到7点这段时间呢，应该讲现在是6:53啦，所以现在算5点到7点之间。因为讲到5点到6点半这段时间呢，几乎都没什么单哦，这样。那我那个单有够少的。然后后来接近7点的时候，就我这个快要结束、快要下线的时候，单就突然间跑来一堆。我刚过来的路上哦，就是送最后这一单来的路上，我已经去掉3单了，而且是连续进来的。哦，今天系统真的是胡搞瞎搞啊！不过我就跑15趟啦，所以就放弃啦。哦，所以我现在下线了，现在准备要回家啊，明天再继续。